淡水开发甚早，随着时光荏苒，市镇的风貌除了几栋特别保留下的历史建筑外，太半已有所不同。为了作为人声鼎沸的老街到中正路后半古迹群的连接中继，让游客能一路无间断地欣赏到淡水的风貌，三层楼高以绿建筑概念建造而成的淡水艺术工坊，提供人文艺术展演的空间。从外观看，左方屋顶的螺旋图形提供了室内自然采光，原址为日式四联栋警察宿舍的地址，建筑保留屋顶上的黑色瓦片，成为融合了环境、历史与人文的深度旅游空间。